这一场仗，保走为上上之策，保护好百姓，我汉水去。我会死守主公的本队，看我打，哈，别笑死人了。拿来血后，一只苍蝇都不给他过。对不起了，孟德。可惜阁下这种人才却是非杀不可。阴死的其所，真够。我就是名不虚传。这何人？吾徐公明拜教。没有东西能不被我的铁爪撕裂的哦。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猛将。请赐给我。我们也别落后了。看我怎么手到擒来。我竟然会了，死在这里。Yeah.
生死决战吧。全军速来与我会合，共敌曹军。想碰我主公，先打倒俺再说。俺张飞来了。这样的人才真是可惜呀、啊。Yeah!